谢谢 Coco， 我相信阮妈一定是做出让你无法度原谅的代志，你才无晓得我的面头前跟阮妈起冲突。 Coco， 我感觉你根本就无需要答应江宏杰啦。伫我看起来哦，即摆就是一个想要劈腿的妈宝，叫你莫放弃。而且我即摆总算是知影，想要装志明哥。 受伤着枪，嘛赶快有法度，甲伊做伙抢一个当属长的位置啊！这想拢唔免想啦，因为对手哦，伤过百卡啦。江宏杰哦，没担当，没魄力，苏执行长伤济啊。可可，本来安怎讲我不管，我想要紧的是你的想法，但是要哪处理，我会安排，请你相信。 布袋一砍落去，艳丽妹根本都袂付欢迎。李赞，嗯，我以为要拖去看，是去你爹办寿人哦，一定爱先发制人。哦，果然是女战神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百战百胜。<笑>我原本想讲哦，你布袋一砍落去哦，我就要把电影内面假戏拍人的招数哦，拢总摕来用，想袂到竟然让江宏杰动了，实在有够可惜的。 放心啦，这个世间真侪歹人，佮惊无机会性，尤其这叶丽梅啊，我相信哦，伊绝对无可能放可可帅，你拢无看到，都迄张红姐对你妈应出应进，伊妈气到目屎全要流落来安尼，所以我在想，这叶丽梅敢真紧，得对可可出手，咱一定甲可可保护好。嗯，好啦，小可，基本真正就多谢你的斗三工，应该说多谢是志文哥。 若毋是先发现，咱就有这个机会，当成乌康互伊丽梅跳。迄拢是家己做滴来的啊，清楚互伊看清楚。若像咱即款好人，无可能无封闭的。对吼、哦，差一点仔袂记，内面还佫关起。<笑>出来啦！ 叶丽梅，我等于是要来跟你交代啊！我真正跟你害死呢！那么是你家己应该是好啊，像叶丽梅跟叶丽梅同流合污，就是讲啊，你嘛知影，若是叫叶丽梅心狠手辣的个性，你真有可能今年就会当食到葡萄啊！哦，<笑><笑>你莫讲迄件，是你家己做歹代志，是毋是？所以讲嘛，千万唔通做歹代志，啊那无绝对会有报应。 好，你怎么还佫讲啊啦？你还佫唔紧走是无？拄只甲嘉龙嘉秀视讯，大家做伙甲爸公父亲节快乐！我着想着细汉过父亲节的时阵啊。 咱五个拢做伙买一个蛋糕给爸，然后咱就家己食了了。<笑><笑>对啊，也毋过嘛，毋知咱五个食茶啊，上紧搁要团圆的时阵是当时啊。哎、欸，阿婆，等咱大个人拢倒来的时阵，咱就做伙要来去普信牧场，好不好？普信牧场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甲志明甲普信牧场今日甲遮尔好，拄则爸伫视讯内底嘛讲，伊就想要去牧场行行咧。 啊，阁有啦！嘉龙、嘉秀嘛讲，伊连网络看网友分享，讲较足好耍，叫你定传伊去。你这头家娘，敢免组一团出来去？当然无问题啊！我着包一台游览车，载咱规家伙啊，然后我着做车长小姐兼导游，大家一定算啊真欢喜。是讲啊，今仔日甲爸视讯的时阵，除了看爸的身体真勇敢，看着伊吼。 并没因为咱这时势代志去拍拍伊的心情，规个人也是真快活，真自在。
怪安尼啊，我着放心嘛。对啊，原本我阁想讲爸会加问啥，结果想袂到伊啥物拢无问呢。伊伫讲伊退休了后，伊着要去逍遥自在，袂阁猜咱遮囡仔的代志。原本咱拢想讲，伊种李长伯的个性，哪有可能讲唔管就唔管啊？想袂到真正讲会到做会到。其实哦，这嘛是符合爸爸讲过的话啊。伊讲，生命是予咱的，啊，不过咱人生的路还靠咱家己行。我嘛是今麦做妈妈以后，才体会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嘛同款的，我常常咧想讲哦，我管弟弟，敢会管管收严，安尼对伊敢好？后来我就偷偷学习，做爸母的爱适时的学会放手，安尼才当帮助囡仔成长。啊，无偌久之前，咱姊妹啊在讨论，还是去倒位做事，还是去踅街。想袂到今年即马是满嘴妈妈经，时间实在过了有够紧的。有一句话在讲啊，双手抱囝儿，想着爸母时，真正是哦，做妈妈以后才当了解爸母的心情，还佮爸爸妈妈偌辛苦。恁拢唔知影，我刚妈在通电话啊，妈拢甲我讲，虽然爸哦要插手咱的代志。要唔过，伊毋是无管咱哦，伊是惊讲吼，伊问愈多，等到予咱愈多压力，所以啊，伊就选择啥物拢无讲，暗中咧关心咱。每一个爸母表达爱的方式拢无同，既然咱爸是迄种爱在心里口难开，咱就要甲家己照顾搁较好，袂当予伊较麻烦咯。水拢无啊，我来叫服务生。我来敲，快进来。Coco， 二姐，你哪有 Coco 的物件？我内袂用的有。这哦，是我一个彩妆室好朋友伊送我的手作笔记本。这敢有啥物好奇怪？也唔够你皮包内底这化妆品的牌子，无参像你平常时会用的呀，顶多佮参像 Coco Style 呢。我是唔知影 Coco 是甚物 style， 安过这物件是因为我好朋友伊去参加彩妆周的活动，因为买伤济啊，所以就送一寡予我，唔然只包包佫有咧。恁即马敢是向我咧怀疑我是毋是 Coco 啊？我是有听恁大家咧讲，我和伊生了足共的，啊，不过若是讲连恁拢分袂出我甲可可有啥物无共，那安尼，敢有人分得出来？阿姐，先坐啦。阿姐，你即摆敢搁住伫个志明安排的所在啊？对啊，除了遐，我嘛无别个所在通去啊。讲到这，我真正足感谢志明的。前一阵仔，我的囡仔去予蔡韵如偷抱走，加在有志明伫个边安搭我，我若无，我早就走去和蔡韵如拼命。你是讲田丁跟妍希结婚迄一天哦？嗯，迄天宝娜甲我讲，囡仔去予蔡韵如偷抱走，我真正着急个，毋知要安怎，加在有志明伫个边阻挡我。叫我千万唔通走去婚礼现场，万一刺激到蔡韵如，我囡仔顶多会有性命危险。真正好佳哉，最后囡仔平安无代志。奶奶，你敢知影最后囡仔平安无代志是靠靠倒啥工的？嗯，志明甲宝娜有甲我讲代志的经过，若是有机会，我嘛就希望会当甲靠靠当面说多些。啊，其实 Coco 甲嘉文的行事作风差遐尼济，因两个人哪有可能是同一个？啊，外人有可能会误会，要唔过若是连咱亲戚妹啊拢认袂出来，因两个人的差别，那安尼咱敢会想超过？这拢怪志明啦，竟然甲二姐藏起来，拢唔甲我讲。讲到这，志明之前因为受伤，一直咧休养，要唔过外口发生代志，拢知影。虽然讲爸拢无过问咱的代志，也毋过有当时仔怀疑，敢是志明私底下甲爸咧通风报信。
应该不可能。这边的书底下有甲爸往来，伊无需要换话。啊！你拄则家己毋是讲，志明救佳文的代志嘛，无甲你讲，凡正伊去问我，你去卡济代志。哎呦，好啊，大姐，你莫甲佳云吓惊啦。我无咧甲伊吓惊，志明是个巧巧人，伊做任何代志拢有家己的理由。凡正志明伊选择无爱甲佳云讲，迄是因为看佳云心肝伤软，惊加讲伊会加烦恼，甚至有可能佮伊去耽误着代志。佮害你拄着危险，所以无甲你讲，是为着要保护你。志明确实是真巧，啊，不过伊也无遐尼神通广大。这无一定哦，我听讲这边天顶的后事是志明在办理的，而且后事办完，伊就马上出国。我睇看天顶根本无死，是志明偷偷带伊出国去做治疗。无可能，志明知影天顶对林家佮阮大家有关尔重要。但是天顶真正无死，伊无可能有瞒阮大家。我睇到志明有伊的顾虑啊，我知影这几率真低。要过这若是真的，上无天顶的话咧。那真正是安尼，志明都要给我一个交代啊。是安怎看待这尼伤心艰苦，嘛唔肯甲阮讲真相。啊，虽然讲这阵啊，咱姊妹啊拢拄着亲情难关，要过好佳哉拢平安度过啊。我咧想，天公伯给咱这个考验哦，就是为着要让咱更加团结，而且让咱知影，咱爱更加珍惜咱所爱，还佫爱咱的人。不过我希望这个考验哦，让咱三个姊妹要承担着有够啊。嘉伦佮嘉秀，伊嘛免做甚物大事业，只要一世人会当像即马安尼平安快乐，安尼就够啊。安尼讲，敢若无啥对呢？啊！万一嘉伦佮嘉秀真有才调，想要创造一番事业的，那安尼，咱得做伊的后盾啊！有钱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上重要的就是把咱的经验分享给因，让因吼会当少走一点冤枉路。嗯，嘛唔对，咱吴家就是有女万事兴，只要咱姊妹仔收听，不管任何困难，都无法度甲咱拍倒的。那，加油！你敢有熟悉迄种会晓下降导引法师？当然是要对付吴家璇啊！你个哦，用超人个喊牌，我即个要阁来一个更较厉害招数。真正是想袂到，讲你阁会遮尼爱白痴啊！你甲林志文结婚的时阵，你一定是有看好日子嘛？啊，结果咧，你敢有得到宝贝？你敢有安尼幸福美满？敢有白头偕老？那不是因为去撞着你，我敢有需要甲家己母甲嫁第二遍？有看你？婚姻就会出问题，啊！若无看你嘞，是不是愈悲惨？丁伟啊，你小心有影，你安尼甲你吓惊。这个各种超人啊，变鬼变怪，我若无甲教死吼，伊敢那会愈来愈嚣摆。我睇看，伊连什么下降头的代志都做会出来，我一定要想这办法。你就阿公来拍话哈。是真心伫咧珍惜咱的婚姻，走出状况。把你老实讲，我看农民你，是你当作很杂自信嘛？蔡韵如，我一直怀疑讲江宏杰哦，爱人是你啦。所以我希望讲，你要到三江啦，去破坏蔡韵如对江宏杰信任。我蔡韵如，我将这股份哦，归给江宏杰。你那只路啊，我只是讲去定义自己的形式。刚刚是不是的确咱的婚姻这是两回事？好。好，你一个灵魂，你去查清楚，看伊两个什么时阵要去登记，在什么所在登记，其他代志就交给我。